我跟五一住吧。没有那么想。你其实不想跟他睡对不对？没事，你好好说，我都行。很委屈啊，很委屈。这个话题这么聊不起来吗？哎呦，这个话题我都听你们谈过四次了。五一，你选好了没有？我都行。讲真的，有没有想跟他合宿？我可以，就是我你是可以。你们现在有厕所的，还是不要有厕所？我不知道，五一，你刚刚怎么想？五一，你刚刚怎么想的？我。因为其实说实话，我一个人睡，我有点会有点怕。没事，我罩你。好，行。